思贤，咋啦？叫啥呢？哎呦，怎么爬这儿来了？你怎么爬这儿来了，小宝贝？我看看你，看看，哇，你开始睁眼睛了。来，宝贝，出来看看你啊。呀，想睁眼睛了。啊，我看看你就去放回去了。哎呦，真棒呀！再拿温水擦一擦了。哎呀，看你厉害的。那你咋爬这儿来了？哎呦呦呦！好了，看看哥哥啊！哎呦，这肚子大的，看看哥哥睁眼睛没？哥哥还没睁眼睛呢。哎呦，也有东西流出来了，都给你们擦擦了。这两天该睁眼睛了。哎呀，知道啦，都是大嗓门。谢谢啊，二宝呢？二宝在这儿。来，看一眼啊。这不流食，你们都快睁眼睛了！哇，你都睁开啦！哎呦，小凤儿，是我！哎呦，天哪，是我，大嗓门儿！哎呀，好了！哎呦，我天哪，一只比一只厉害啊！那你别进去了，罚你在外面。好，放回去啊！放回去呀，你真棒呀！哎呦呦呦呦呦！啊，知道了！哎呀，死命的喊呀！哎呦，天哪！再来一声！哎呦，天哪！好，你妈妈着急了，给，三个大嗓门，三个话痨，三个惹不起！天哪，这我宝宝身体特别强壮，都是圆滚滚的，能吃能睡的，你看这吃饱了，看看来，看看。哟，一会儿得拿那个棉花沾点温水，给他们眼睛都擦一擦，都有分泌物了。这两天都该睁眼睛了，7、8天发育的还挺好的。一般小猫是14天左右睁眼睛都是正常的。真亲呀、啊。这也要找妈妈，争宠的。哎呀，它填不过来了。老大会自己出去玩了，你看，到处爬着玩了。老大还在这玩呢。出来吧，对，你出来吧，让他们爬一爬。好啦，你们三个玩吧。这哥哥以后是个小调皮呀、啊，好动。你别打扰人家呀！起来跟我玩儿，也会玩了，还聊闲了你。哎呦，是打嗝了都，过两天就满产房跑了，可以。一个个壮壮实实的，健健康康的，多好！再活动活动。你干嘛呢？跳舞呢？小三妹眼睛睁得最快了，第一个先睁开的。快看！嘿嘿，卖萌呢你？哇，好可爱呀！看你妈妈又回来了，这一会儿又不放心。